八点了，太阳都快照屁股了。我女儿啊，就想吃你这一口。柳家世代必须继承冰晶糕的做法。与冰晶糕宫女而言，最重要的是。你怎么进来了？出去。 就知道关门，出去出去！你每天都这样。还自称第八代，能做出原汁原味的，只有你爹一个人。我现在在外边别人都笑话我，还当什么第八代？我脸还蒙着呢吗？你儿子越来越像你了，差着火候呢。你根本就没有打算教给我什么，所以我永远都做不出来你的味道，对吗？ 走我的老路，你那临走的时候嘱咐我，那你别走我的路，肯定不会走你的路。冰晶靠，也许是时候还给祖宗了。我已经没什么可交给你的了，希望他找到属于自己的路。